害的哈，都很厉害。那我们装编辑没有分个人的团体，我们全部通通都是一起啊，一起。那第一名我们的奖金啊600块啊，第二名500，在400啊，643的，记得对，643的，没有一啊，总共取千。那优胜，等一下我们再看裁判啊，反正优胜一次是指到七位，那两瓶干嘛？两瓶。啊，少爷，少爷还没来。班长，你够大了，少爷，他说他的班长就带上他的爸爸啊。好，那我就不多说啊。那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还给我们的校长来跟我们讲讲，掌声欢迎我们校长。掌声，老师欢迎校长，大家好。那我们第三届的东方之星啊，歌唱比赛，今天由我们中联局开始，先请这个啊开始啊。那我想这几年来，公共媒体都发现到啊，这个到老处都在举办歌唱比赛啊，不止我们国内、国外啊，等于世界性的很多国家都举办这种歌唱比赛。然后这个东方之星歌唱比赛是属于我们东方国小小朋友所拥有的，只有我们可以去参与。那我们办这个活动也是要让大家知道，小我们同学们在学校的学习，除了课业的学习啊，这个我们的学习之外，才艺的学习也是很重要。那当然每一个人的才能不一样，有的同学可能啊，那个数学很好，有的同学物理很好，有的同学美术很好，有的同学体育很好。那同样的啊，也有同学在音乐方面啊，他有他的一个天分。那我们学校的平常啊，跟主任老师的策划啊，策划下办了很多的活动，不管是体育活动啊、音乐的活动、比赛的活动。就是要让我们同学啊，在这一方面有专长同学的机会啊，来把你的才能来做一个啊，做一个发表哦。那我想音乐不管啊，你对音乐方面啊，这个才能好不好，很多会发现每次音乐比赛，从电视上发现各种比赛里面观众都很多，那观众不一定每一个都唱得很好，但是。观众他们会去欣赏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就像体育活动竞赛，我们看在打棒球啊，很投入，但是看的人不一定他只会打棒球，但是他懂得去欣赏哦。所以说艺术性的不一定说是要会要很厉害来去参与，不是，而是我们要去学习怎么去欣赏啊。就是不管体育活动音乐啊，音乐的一个节目啊，我们要懂得欣赏。那我们今天的决赛的选手啊，都从啊之前前个月开始都陆陆续续参加了啊预赛啊，所以呢啊这个今天出来的都是参加决赛的同学啊。那今天的比赛一定很精彩，那不管在台上的东西和台下的东西，我想呢我们今天的共同啊来拥有来欣赏啊这一场啊音乐的盛宴，那也啊在这边祝福。也我们今天所比赛的同学啊，能把他的实力发挥出来。毕竟啊，这个比赛有时候也很现实的，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啊，这个人是非常有限，不能每一位都第一名啊。但是只要把你的实力发挥出来啊，这样就是达到你的目的啊。因为在站在台上啊，让啊这个坐在啊台下的师长跟同学欣赏。所以要一些胆量哦，要一个看法，这个变得来丰富。那我们希啊，祝今天我们所有参赛同学啊，把实力发挥出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谢谢校长给我们的鼓励啊啊！今天能够上来比赛的都很厉害啊！我们从预赛三次年级大概有30-40组啊，个人团体而且大概三，但淘汰一半掉了啊。啊，淘汰一半不是他的不好，他选的歌不是很好，或是啊临时啊
紧张，唱的不是很好哈。那这些都是已经进入决赛哈，所以已经是一个礼拜的人上来哈。那我们今天总共有16位啊，16位，就16，包括班底组的，总共16。那我们取前5名有奖的，李健跟锦旗啊。那优胜我们取5到7，原则上是6哈，所以裁判稍微注意一下哈。那还没开始前，我们介绍今天的裁判，在你们的右手边。我们首先第一位裁判就是我们的廖雅萍老师，来掌声欢迎一下。好，第二位我们的裁判就是我们许嘉芬老师。第三位我们尤少燕尤老师，这是第一位专场。好，再来我们的郭辉敏郭老师。好，我们今天啊要麻烦这4位裁判啊。好，那规则我要讲一下哈，上来从这边上来之后，然后从那个地方下去，下去以后就回到你的座位啊。校长，你们坐。好，你自己找位置哈，拍谁哈？那我们这边，我们班哦，钟镇老师他会把今天的歌唱所有录影全程会挂在我们东方网站啊，所以有机会的话你可以上去看。那问一下，前第一届、第二届都没有加油团，今天有没有加油团在哪里？好，来举一下海报，有没有海报？有没有？有哈，好，那等一下他们有哈，啊，不错哈，哎，慢慢要进步哈。以后你的同学啊上来，你应该跟他加油团，做一下海报也不错，欢呼一下，有口号更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就不多说哈，那我们准备了哈，那 CD 我们准备好了。